Fordable 瑞通認股證牛熊證踏入五周年，為了答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，我們推出了全新網站 vtwarrants.com.hk， 提供一站式的論證資訊。網站有最靈活的搜尋器，讓你進行各種投資部署。你只需要揀選相關的指數或者個股，剔選產品類別，然後因應個人短中長線策略篩選論證條款，就可以很快找到深水論證，把握最好的入市時機。每隻論證入面還可以睇埋參考實際升跌幅，提高發行人開價變化的參考價值。而瑞通的自家產品還會有實時買賣報價和盤量，讓你更加容易知道論證的合理價格。瑞通網站有這麼多實用功能，無論正股定論證的投資者都一樣適用。立即上來 vtwarrants.com.hk 看看吧。Hey, hello, 你哋好啊！咁咧就依家咧係11月呢個9號星期三11:18嘅啊。咁咧個大市咧就跌咗200點啦嚇，而家係16,360啊，成交537億啊，成交繼續就降低嘅啊。咁就整體嚟講咧個市咧睇翻咧就都升咗2000幾點啦嚇。咁啊，從即係幾樣嘢要留意啦。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比特幣咧嚇，即係虛擬貨幣咧上一日咧喺美國外圍咧就大跌嘅。咁啊，曾經跌咗成10幾%嘅，咁而家就跌咗12%啦。咁以太幣咧第二個大嘅虛擬貨幣咧就跌咗17% 嚇。咁啊呢方面嚟講咧就都會有個牽連作用喺度嘅。咁同埋咧，道瓊斯雖然升咗333點啦，咁但係咧，反映嗰啲美股嘅世界股啊，咁啊 Russell 咧 ，Russell 2000咧就係跌嘅，輕微微跌嘅。整體嚟講咧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就個美股會唔會喺今日宣布中期選舉嗰度啦嚇？喺宣布中期選舉嗰度咧，會唔會有進一步嘅即係話藉住嗰個選舉完之後咧，即係話會個市會有回吐咧。咁成日美股咧已經去上翻即係幾高嘅位㗎啦嚇。咁啊，其實佢嗰個上升軌跡咧，我哋睇下嚇。其實美股嘅上升軌跡咧。美股的上升軌跡都是不是太理想的，暫時來說就是都仍然是會比較差一點的。咁你睇翻長啲嚟講咧，其實佢咧就係喺一個上升軌跡咧嘅一個下降通道嗰度咧嘅頂部，而家近翻個頂部位置嘅啊，咁所以佢會唔會再進一步即係話回落翻咧嚇？就經過咗即係呢個整體嘅你睇翻咧，保利加通道嘅話咧，佢都挨近翻嗰個頂位呢度噶啦，嚇，咁啊離頂位唔係好多嘅，爭少少嘅啫，嚇，咁啊所以喺呢個情形底下嚟講咧，佢有機會咧就係話會進一步會向下嘅，嚇，咁呢方面嚟講咧，就大家要注意咯，嚇，咁而反映翻咧，即係你睇翻咧，即係話美股咧反映啲細價股嘅指數嚟講咧，嚇。咁啊，有呢個Russell 2000啦嚇，Russell 2000咧，你睇翻佢個走勢嚟講咧，其實即係反映2000隻細價股啦嚇。咁其實佢都係向下嘅
最近嚟講冇乜力向上啊，咁即係話咧個大價股升咗咁上下之後咧，其實啲細價股冇跟嘅啊，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底下嚟講咧，就嗰、那個整體嘅嗰、那個走勢都未係好，唔係係好靚嘅啊，有機會咧都係美股會回翻啲咯啊，外圍嚟講咧，美股咧道瓊斯道奇咧今朝咧係升5點嘅啫啊 ，Nasdaq 升30點啊，咁啊 S&P 啊升咗4點啦啊，都係差唔多嘅啫。咁我哋睇翻港股嚟講咧，嗱港股嚟講咧就呢個小時圖嚟嘅。咁其實咧小時圖計咧就係、是、一路都係向下走啦嚇。咁、啊、其實已經穿咗呢、這個短期嘅上升線㗎，呢兩日嘅上升線咧都係升穿咗啊。咁而日線圖睇翻咧，其實咧呢段時間咧，你睇到咧嗱、啊，即係如果我哋睇翻長啲咧，喺三月份最低嘅位咧，嗰陣時咧係18,200啊嘛。咁、啊、而近期嚟講咧，見過低位呢度18,200啦，係三月份啦嚇。咁、啊、見過低位咧，去翻呢個16,900嘅時候咧，就彈翻上嚟咧，係冇去翻18,200嗰個上一次個低位嘅啊。咁呢度最多咧就上到18,100嘅啫。就頂住咗噶啦，啊上唔翻呢個位嘅。咁而呢一次嘅低位嚟講咧，就見過14,597啦，14,600啦。咁第一個位咧，理論上咧就係、是、要去翻16,900呢度啦，啊，即係去翻16,900呢度啦。啊，見過14,600，就要上翻16,900突破到咧，先至要有機會帶好啲。咁依家都上唔到嘅，啊。咁而今日嚟講咧，就見到就會跌幅多翻啲嘅嚇，咁、啊、所以整體嚟講咧，個走勢唔係太理想嚇，咁、啊、所以咧喺小時圖計咧，就都連續咧嗱嗱呢個上升線咧已經係跌穿咗，咁同埋微微向下嘅有個走勢啊，咁啊雖然咧你話周線圖睇翻咧，其實就有一個咁嘅穿頭破腳嘅吞噬性嘅一個陽燭啦嚇、啊，比較表現得好啲。但是咧，佢要扯高嘅話咧，頂曬籠呢度咧，如果你話最理想嘅話咧，就升多1,000點上去啦，即係大概17,120到啦嚇。咁、啊、所以17,120咧就係頂曬籠嘅上翻嚟。如果計翻過往經驗啊，嚇、這、呢個係講緊係周線圖啊。咁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，就幾樣嘢加埋啦，就睇到唔係太理想啦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有貨要減緊啲噶啦啊。之前低位買貨啊啊，就好多貨都要減緊啲啊。咁而咧。要做紅證的話咧，恆指紅證咧，大家要留意住啦嚇。咁啊，要做嘅紅證咧，因為亦都慎防啦，唔怕10,000至11,100，佢就再升啲咧。因為佢最近期見到有啲期指嘅空倉有啲補緊啲空倉噶嘛嚇。咁、啊、會唔會再補多少少咧？我哋唔知啊。咁但係咧，依家離頂都不遠啦啊，都低位升咗2,000+點上嚟咧。咁所以我哋買嘅紅證咧，應該買翻咧係。17,800收回嗰啲啊，即係避開咗呢個孤島。孤島咧就係喺呢度啦嚇。呢度有個兩個大裂口啦嚇，呢度有個孤島啦。啊，要避開呢度17,400到17,700咧就係個孤島區啦。啊，呢個應該好難升破到噶啦。啊，咁我哋買個17,800收回嘅。咁之前嗰啲瑞通嘅54446啦嚇，54446咧就係17,000點收回噶嘛。啊！雖然這個呢個就距離嘅收回價咧，而家個價咧就爭少少啊，咁但係咧就你留意住啦。如果個市再升翻啲上嚟嘅話咧，你就換翻去這個53883，53883咧係17,800收回嘅瑞通嘅紅證啦嚇。咁 有唔清楚嘅咧，可以咧就係睇翻嗰度啊。嗰、那個瑞通嘅網站啦嚇，又睇下多啲資料啊。咁啊呢個咧就53883咧就係瑞通17,800收回嘅，10,000對1嘅啊。咁啊有500幾日先到期嘅。咁如果個市再衝上去啊，衝翻上去16,900嗰度咧，見得到嗰啲位咧啊，咁咧就你唔好俾17,000收回啦啊。咁啊連除咧就平咗佢，就買翻只。5388317,800收回嘅啊，咁啊，因為咧而家都其實係摸個頂位嘅啫嚇，其實都機會都好大噶啦，睇下幾時會再落翻嚟，落嚟落去到咩位咧？
比較大啲嘅位係喺15,800到16,200嗰度啊，即係大概16,000度啦。15,800唔可以跌穿，如果跌穿短期又跌穿翻咧，可能會有個更加低嘅位出現嘅。咁大家留意住啊。咁至於另外咧，之前講過嘅比亞迪咧嘅紅證咧，大家買咗咧就繼續揸住佢啦，恭喜你啦啊！咁你比亞迪咧，其實試問啦嚇，北非特喺180蚊樓下減持咗啊。咁啊，公布咗消息嚇，喺上個禮拜五嘅收市啦嚇，咁而而家都仲高過佢180蚊樓嘅而家仲喺樓上啊，呢兩日仲曾經做過200蚊樓上200蚊嘅股價嘅上之上啊，咁試問佢如果要減持嘅，佢點解唔再繼續減持咧嚇？咁所以180蚊都減持得啦啊，咁同埋近期嘅乘車銷售量咧，電動車雖然增長得快，但係咧就都有放緩嘅跡象嘅啊。咁佢有新嘅 model 出嚟啦，啊，咁就係高價貨啦，咁係咪賣得好咧？啊，又有疫情啦，好多嘅嘢啊，咁其實係咪會有個大嘅增長咧？好難嘅啊，咁所以以而家估值計嚟講咧，都係偏高少少嘅啊，咁所以我即係覺得咧，大家如果有呢個比亞迪紅證咧，就繼續揸住佢咯嚇，咁唔需要太擔心嘅啊。咁至於這個牛證就不要揸了，即是恆指牛證不要揸了，要平了它了，穩陣一點。另外呢就是看回呢天齊理業繼續了如常進行了，好像我估計是去到82蚊那個位置，今天都升了，升了 3% 這個繼續揸住它咯。你如果現在是78.3啦，9696天齊理業，如果有貨的話就看著啲小時圖啦，小時圖咧，如果佢穿翻76蚊咧，就要嗱，你等等我睇睇先啊。咁咧，如果咧係穿翻76蚊咧就走咗去啦嚇，咁啊76蚊如果唔穿咧，可以繼續睇耐少少嘅，因為畢竟睇個小時圖咧，佢都仍然向上嘅，啊都做得好啲嘅，啊呢個天齊利業啦嚇，咁至於係吉利啦、比亞迪啦、理想咧，啲全部都係會有回吐嘅嚇，咁其實就汽車股都係有機會個板塊繼續去向下啦嚇。咁之前炒咗一轉嘅微盟啦，都今日都見到係有回調嘅嚇，咁所以就唔係太理想啦啊。咁商湯都係跌翻啲嘅嚇，咁如果要買嗰啲就依家係1.74啦嚇，要買要等佢回翻啲先啊，因為始終個大市嘅指數唔就啊，咁有機會要再一步再向下嘅啊。咁暫時呢個係情況係咁樣啦嚇，咁所以大部分嘅股份咧都要獲利先㗎啦嚇，咁唔好心急啦啊，咁但係內房股咧嚟講咧，你睇翻咧就中國海外同華潤置地咧都係做翻好啲，反而內房我自己睇翻咧呢啲位承接力會強，保利置業咧1.38啊繼續做好嘅，咁所以內房股係反而會睇翻好少少嘅啊，咁弱股咧就嚟到呢度咧開始有回吐壓力，咁不宜再揸住嘅。咁京東健康咧都係回吐啦，咁唔理想啦嚇，攜程都係回吐啊，正如我所講啦，呢啲全部都要走一轉先啊，咁等一等先，唔需要急住啊，咁整體嚟講係咁樣啦，咁同埋今晚咧7:30咧會提早半個鐘同大家做直播啊，有咩今晚喺嗰度再同大家商量啦嚇，咁暫時大家先處理好自己嘅投資先啊，咁今日講到呢度，咁同埋咧就下個禮拜二咧就正式開班噶啦嚇，咁有啲同學已經報咗名啦嚇，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揸緊時間啦啊，咁對你好有用嘅嚇，點樣睇趨勢啦，點樣避險啦，點樣用牛熊證啦啊，甚至期權啦，點樣用法啦嚇，咁趨勢線最主要就係股票而家。開始回升翻，咁究竟點處理你啲嘢咧？呢個咧可以教你點樣做嚇，咁啊同埋終身受用嘅啊，大家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啊！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啊！呢個頻道有賴你支持啊，記得撳 like 同埋喜歡嘅朋友咧，多啲介紹俾朋友圈啦嚇。咁今日講到呢度啊，拜拜。